这球被逮中，又是一平飞安打，哦，好厉害！今天朱玉贤四支三猛打赏，而且每一支都是安打里。这球打扎实落地形成了安打，而且是卡破逼的安打出现。叶磊翔的跑者现在要来到三垒，打者上二垒，又是二垒安打，哇，好厉害！这球左半边的飞球，曾松恩可以掌握到，现在的一个回传，再传本垒这边来不及，再一次的高飞牺牲，哇，好厉害！一场比赛两次高飞牺牲打，而且一左一右，都送回了朱玉贤。